你干啥去？我哥们找我喝酒。男的啊？那哥们还有个女的。有事儿。你别他妈没屁跟我嫂子啊！我走了。抬头抬头，未知的结果总是让人疑问。回想童年天真时候，你怎么跟个娘们似的呢？怎么赶紧干了？都他妈哥们儿，别搁这说，不喝指定是不行啊！别他妈想讨好我，真他妈没情调。你咋来了呢？过来看看你。哎，你好，你好。哎，你过来来。你他妈上手了，你看不出来他更有意思啊！拉倒吧，我俩认识多少年了？前两天我还给他介绍对象来着呢。自己事儿没办，你给人当上月老了？咋的呀？我想明白了，老弟，你要实在不行啊，你就拿我的苹果十四上左下角游戏组队找男的去吧。找什么男的？我只关心这个。你这个还不容易，直接去我左下角生成集就能领，还是官方发货，真不错。左下角还有8000，礼尚往来，你帮哥领了呗。讨厌。你不会我教你，从我左下角链接进入下载，完成任务8000个手机都能领，和小哥哥组队玩情缘，升级更快，顺便解决一下你的稀事儿。哇哦！我这是那个死道啊！你看不出来他跟你有意思啊？我知道啊，多少年哥们儿了。再说我再没对象，我也不能跟他处啊。再说我也不得意他，跟他处那不坑人家呢吗？打着处哥们儿的名义做如此卑鄙下流之事，我董某人对此事嗤之以鼻。得了，你到家跟我说一声啊！你干啥去？我得去跟他说明白。你别误会哦，我的为人你是知道的。解释都多余。哎，我撤门呐！